欢呢？我们今天要去海边。哎呦，自然醒哎。刘宇轩嘞？你们上次带他。刘宇轩嘞？刘宇轩被我先抢先。所以他在上面。他丢下他。啊，真的、哦？哎，你今天要去哪？今天要去北海岸做摄影作业。那我们怎么办？你们可以旁边打水枪，然后你拍他们的打水枪。我水枪一定会赢也赢选，我已经练习很多天了，就拍你们打水枪就好了，对吧？好怪哦。那你有昨天有买新相机吗？我现在正在拍，不是吗？这个是新的。难怪有人没看过。哇，你看一下我的设备，对，我有四台相机、哦。太可怕了，你超越我了。那为什么带那么多？我可以当你的那个主持人。你小心车。吃过这个。我吃意大利面。意大利面，你好吃吗？吃。刚有看到吃这个，然后改一下。对啊，我也觉得，这不会很甜，我觉得不会很甜。会甜。我看一下。很像微糖的感觉。投稿进来。来，培根。Cheese。这是铁板面的，这个面爽啊。就是跟着人拿工作拿那么小心。环境研究，又只有是来拍妹。哇，怎么样？天气很好啊，天气很好。哦、我们就是大学生。什么大学生？大学生才会冲海。我们现在要去一个很脏的地方。那我们现在是要越河吗？对啊，朔溪。朔溪。这个河流的上游是一个养殖场，所以这个很脏。很脏的水。所以我们不能够碰到，因为它要有毒物质。老师说营养价值很高。很高。营养价值。还是我们走上面去。走上面啊。好热！石头是什么？石头。石头。这边比较窄哎。对啊，这边窄，这边可以直接跳过去。来，不动跳，你腿最长。不要，我怕那边下陷的。劫难。现代人真的很脆弱。你在干嘛？等一下。爸。现在几点？我爸今天有飞哎。赶快拍，赶快拍。爸爸是你吗？爸爸是你吗？是燕轩的爸爸吗？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然后他在上面回你，是我啊，是我啊。哎、欸，介绍一下 ，Very Dirty Water， 上面有养殖场，从上面排放下来。所以这个都是有氧化的东西。有氧化，它是跟老师的说法是配合营养。这么可怕，直接这样走过去，就走上面，然后血丝还会洒出来，差点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会死掉、欸，哎，真的、欸，一失足成千古恨。我们现在遇到一样的难题，我们又要通，我们又要渡河了。干净了，不用穿了。怎么甩脏了？但是，我可能还是要用跳过去的方式。你知道我往前走的时候。哎，你的鞋子肯定会湿掉，走啊。OK， 现在用最可怕的方式去跳河。哦。在这个比较狭窄的地方跳河。刷是山。现在在清理自己，然后要往下一站前进。下一站是什么？周子湾。周子湾。刚那个北北说过去我很超颠倒。那你在送啥？我在把沙弄到我身上。我在帮大家这次的任务顺利完成，鼓掌。好烫。那是铁砂哈，三行文化的那个铁器，就是练在这边练出来的，挖这里的沙然后去练，好酷哦！他们不是抓这里的沙，他们是说以前他们旁边都很多沙，铁砂都是这样子。对，我就下去攀爬。这些好会搞笑。对啊。哇，好帅哦！
又要那个倒影摄影。向下边光明明亮。哇，没有没有太阳，天气很好。对，这位男人拿回了他的夹脚拖。其实这里穿夹脚拖是最适合的，这样才不会被冲走。站过来帮我拍灯。好啊。我往坐在那边就好。好。这个字是写什么呢？干净哎，然后净还写错是不是？你继续掉到那姿势往里面走。啊，刚刚。没发现我其实拍不到，算了。好的，可以，可以，没事。虽然按按迷糊，但我看得出来是你的。好多沙。碉堡少年。碉堡少年。撤出撤出撤出撤军啊，此地不宜久留啦，撤军啊。我们现在涨潮了，就你要拍一下这个吗？对啊，已经到吴承翰的腰了的腰。他刚刚不是真的腰了，对，讲了别的，那我们小方便多做和谐和谐，对。所以我们现在准备要开路了。啊，他你们真的要带那个浮球回去？哦，原来他们在拍照。我以为他是开路。现在我们有点被困在这个沙漠里。怎么办？请问智多星电影圈，你们怎么办？看你们是要全程撕硬给他转过去，还是绕路啊？不然还怎么办？难不成我们这边扎营都要退出两条路？我们就有走向海边吧。这里太酷了。对啊，这里太酷了。在。哇，小乔，来来。在。蛮好看的哎，这里。秘境。那你走，你走前面。我其实我压队，因为我都拍到不知道人在哪。你在哪？电影底片。电影底片。很赞，很便宜呢。很便宜，现在很便宜。这样一卷才90。哇，在高雄啊，高雄买。它是水，它是水货，它不是公司货。而且我还不知道螺丝起子要往左转。我还没射人呢、欸。真的哦。还没射哎、欸。你原来真的想射。对啊，不然要射什么？他在前面。好啦，去军中再射啊。
想吃饭，我好饿，大家都好累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去吃饭了。防晒油，太有用了。耶、！Unbelievable， 到现在还是洗不掉。对啊，我觉得它超厉害、嗯，要有去用防水啊，防回去绝对不会物理防水，超赞的。我们下一站要去吃午餐啦，白沙湾，白沙湾，不是先去吃饭，我知道了，先吃个饭。大概10块左右，10-20块左右。好香啊！好香，好香啊！好饿、啊。下一个有没有？对啊，这是假花，副校长，就是他讲的是真的哦。副校长啊，他就是副校长。我也觉得他就是副校长，太面熟了，真的是。我不知道副校长是谁，我刚刚就说很像的，就是副校长。你要不要跟打招呼？知道开三只副校长。那你去跟打招呼啊，跟打招呼就说你是动画系系学会会长。副会长，我是副会长，然后再开始说我是公关，然后对，超级，哎，善君坐这里，哇，吃午餐，吃午餐，这么想要吃午餐，这么兴奋，如果那时候过两年才发现，如果一直摔下去，马上弄。今天我们来到了白沙湾，那里超多游客。然后因为我一整身的装备，所以我没有很想要下水。然后他们都已经跑到海里面，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然后就在这边旁边踏踏浪，拍拍小朋友，那就可以了。今天天气非常好，然后刚好现在是退潮的时间，所以露出了蛮多的沙滩。然后他们不知道跑哪里去了，好像就找不到了。天气太好了。